那得系幼童发科的时节，今年客家一包嘅农药片，我同大家小解，睇北埔、中埔、山南，嗰一点看到嘅幼童发，用来对唔打烊嘅树诶，变做行人嘅嗰下面嘅特色，还发展出嗰啲拍得童发山样。除了童发以外，南埔也有推出亚哈博，希望把童发南亚哈，使得乡民中去认识客家文化嘅内涵，咪发落客家中嘅。禁忌。当年四五年阿转一天的时，台湾北埔的山呐，早无看到鬼胎片的拍摄时，下到东东民众都客中来参加同花祭。不就看按照五月四的如同花，其实系日本时代对长江流域一带认证。日本人看重有同志社局同如的高经济价值，鼓励准备铺的农民同向市属作配改种如同来做如此，就是米农自家的风水如。不过听见同如供应没落，无法都带来经济效益的如同树，这如菜期都散哪地都没人经历。雄花哈，雄花会掉下来，哈，这个雌花，它的花柱你看弯弯的。一切都二零零三年，为大家打造客家新的印象，带动客中的发展。在土地模糊的环境地度，三个油桐花就变作客委会的体质现成。二零零三年之前，客家人讲到桐花呢，就没嘛欢喜的，因为一个落花落跌到满地的时间呢，你还要把它扫到路边去，否则你会滑倒。可是二零零三年开始呢，地上的桐花就变成心上的桐花，不再少了，而让大家去欣赏。刚下头做咖啡会副主委的张金发，是七多国二零零三年桐花祭设计摆子打出名声，还给他企业同高铁客家社团用从事行销带动发帖的方式，吸到观光人潮。在苗栗三义新兴火车头，有当丰富的 Q 三线铁轨路故事。其他客庄的人文风情，这帮游客都成为代表。另外，如同花日常做出来的花布、糕饼、手工茶具列等，不同地产业的经济价值也天天提高。这是我把哈我们在地相当多的元素哈，变作按同花祭地摆，然后有同花祭的那带进地方，甚至加上按的产业哈，按容易结合。所以讲，对一摆同花祭来讲。对所有的店不管做美食、客家美食，也讲菜地的一些文创商品哈，也讲你去搞菜地的一些那个伴手礼哈，它都有相当的提升。同花祭金盼金闹念，都二零二一年，已经有十几个县市、三十六个乡镇向下来办同花祭，主要这样带动地方产业。除了同花祭之外，全新南埔的新年真贵海，两多年都努力和推展，靠从新一代接近自己的高雄结合文化季，希望用把同花南结合来打造靠从特色。不管是同花祭，就是结合季，其实真系帮靠从看作系想转型发展的机会。如同树的经济价值，对往摆的聚入，都是年色带来几百亿的观光价值。无到一百年的时间，本来是外来种，都连下上到万里多海，同抗日推动建设的快进地图，还是三万大变的精神，强款，所以变作客家的鲜明日常。不管多年来经济气候变迁，同花大发的时间当然预测。团年的期盼同花祭的同时，各位客庄每套前全菜体的文化内涵，希望同花带来商机的同时，每些本客家文化继续传出去。客家新闻王秀空。